大家好，我是 James 钟谷军，今天给大家分享一只来自于凯芬的量产琴，23寸的 300C，桃花心全单，它采用配置呢，我们先看一下啊，整体桃花心的面板、背板、侧板啊，玫瑰木的包边，玫瑰木的琴码以及指板，枫木的镶嵌啊，枫木的一只小猫咪的一个镶嵌啊，给大家看一下细节部分，然后音孔呢是我们的贝壳口轮镶嵌。达达里奥的琴弦，牛骨的上下弦枕啊，圆头品丝，啊，我们亮面的，然后我们金色配上一个黑色的旋钮啊，哑光的琴颈，啊，我们琴体是两光的啊，这样的话我们弹奏比较舒服一些，有一个侧音孔在这边，好，我们来简单来听一下这把琴的音色。